我上次衣服穿反了。我告诉你们是个样子的，那件衣服我一直都是这么穿的。直到你们上次搜出那个衣服的模特图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衣服穿反了。没有啊，没关系，这是时尚。我跟你们说，什么衣服都能反穿。马上给你们展示一下反穿的技能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时尚？非常时尚。我就喜欢穿高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看？对不对？告诉你们，以后衣服反穿就是时尚趋势。声波风暴中雷电。